来自泰国的24岁男子 Wichar 长相平平，他却娶了一对双胞胎姐妹花为妻。双胞胎姐妹分别是 Siren Tower 和 Tipa Wan， 三人在一起生活得十分幸福，关系也十分融洽。Wichar 称，为了公平对待双胞胎妻子，他会合理分配与妻子们的相处时间。周一到周三 Wichar 会选择和 Siren Tower 同睡，周三到周六Wichar 和 Tipa Wan 同睡，在周天的时候三人一起同睡。